最近一洋洋全家根本没时间玩游戏，我都快忘记这个游戏怎么玩了。前锋这个天赋啊，双弹搏命是吧？可以啊，是个狠人。速三之魂，我的好兄弟。居然不是新皮肤，我以为今天的速斩全都是深渊的金皮嘞。快跑啊，兄弟们，捏伞了，快跑啊！魔术师吃刀了，小伙子要支棱起来啊！姐，我这电机都没怎么修啊，看来这把凶多吉少。前锋救人帮忙扛刀，但是魔术师哎好壮，那我直接盯。冷居然跟丢了，这个魔术棒放的挺好啊，你是怎么死的？算了，你自己努力吧啊！哎，调香师什么情况？过去帮忙扛刀了，那这局面就有点小裂了。无所谓，我会出手，直接当面走上去，还想假动作骗我？哎，我还没准备好呢，直接卡位啊！你今天横竖得给我变小白。可我居然差眼，这动作给我看岔了。前锋是个勇士啊，这都敢撞，那现在怎么办呢？调香师还想去救啊，还差两台电机啊，这怎么救啊？强行一换一啊，调香师倒地，直接冲过去捞，还好我补位补上来了，不然调香师不是白给吗？哇，前锋这个手势也是可以的，好兄弟多牵制一会儿，我过去摸人。哎呦，苏三还是很警觉的，这波小小的博弈一下。哎呀，怎么有人板前蓄力刀的呀？这把还是有机会的啊，就剩下一台电机了嘛。速三想飞，那我直接交自己。速三这波很给机会啊，前锋无伤救卡还行。咻啊，调香师追不到调香师，反手就先知的速三就是逊了。没想到吧？哎，我有鸟了，哎、嘿嘿。魔术师快跑啊！哎呀，上挂飞的魔术师啊！来来，赶紧回去修电机。速三现在想守两台啊，信号一定要跟得上。看到抬手啊，就发信号，快跑啊，前锋！啊，继续回修电机啊，我把眼你修机，压力一定要给上。发信号了，快走快走快走！哇，你还炸个鸡？你这速三是走回来的。机魂追我，那前锋那边应该就能修机了。哎呀，太久没玩了，这博弈是真的拉呀！哎，前锋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去修机啊？速三专心追调香师，那我去修机，电机就差一点点了。速三还是挺警觉的。哎呀，这什么博弈啊？我自己都看不下去了。调香师已经在补电机了，前锋来摸我。哟，帅呀、啊！电机94啊，这把开门战友了呀，好壮！等一下，前锋没大心脏的，我帮你扛刀。没扛到那就很麻烦了。那速三选择挂前锋，那我直接冲门上了。你不会以为你变小黑就能拦得住我吧？嘿嘿，绝不绝啊！哦，平局了，平局了。我这回来第一把就这么刺激，真的好吗？啊，这不得有个过渡的呀？溜，还会再见吗，观众朋友？再见的时候你要点赞关注，好不好？观众朋友，你要点赞，你要关注。好不好？点赞、关注，你以后可能刷不到我了，没关系，你也给别人点赞、关注，观众朋友，观众朋友，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，朋友，观众朋友。